这就是哦。看煞随行我哦。啊，绝对了，绝对了，看煞就随行你啊。等下。无，你讲你先的是倒一个？都迄先。去先太白金仙啊！哦，那太白金仙，哦，迄大咧大咧，对对对，我绝对照一个模仔型哦，我看看吼，一定稳当吼，我怎啊照一个模仔型哦，啊，足面细吼，甲提叫伊练，啊，我练练的吼，阮先的吼，伫迄个你做生日迄天，伊绝对提来送你，有影吼，啊，我模仔型看好啊，好，好面型哩，大三杯，莫讲大三杯。为着你玉皇上帝普通时阵照顾我这雷公，我转来甲照明了后，我甲建议讲，送加一粒更较大30杯。30杯，对，赢赢，再来阮先来泡茶。来去。比一粒大30杯，哦，啊，唔食搁那篮球咧，哦，啊，我食一久啊咯。无唔对，这间就是迄只牛因家。哎呀，他阿牛的，阿牛的啊，阿牛，谁啊？哦，什么人？雷先生讲哦，莫叫雷先生讲啦，迄雷先生讲偌歹看嘞呢，迄雷先生讲就是变作写伫蒙牌，雷先生讲啊，下边人佫加千古，啊，我煞错起来，啊，无要安怎叫？叫雷先生讲，啊，不是，叫雷公先生。啊，我知，雷公先生呀，哇，你真罕见了，迄天庭啊，来到这凡间安尼吼，一撮老乡啊，专工来的哦，专工的咯，我知，是毋是阮某吼？恁顶是娘娘叫你来接我去天庭，甲阮某见面对无？啊？无啦，毋是啦，因为阮娘娘知影讲，因大家就是恁老母吼，啊，即摆变成一只牛精，啊，伊足烦恼的啊，啊，伊为着表示伊的孝心吼，特别叫我吼，摕一粒仙丹来给你，讲叫你交互恁阿娘食，啊，食落了吼，伊的面容就恢复人形啊啦。有影？嘿啊！哦，阮阿外啦吼，是足有效的啦。嘿啊，啊是讲吼。这仙丹是要安怎吃？全部吞下就好。哦，唔是遐简单哦，只要用五大鼎的水，3000斤的大茶，3000斤的大茶，温温啊落去炼，炼到剩半酒杯啊，啊才配这粒仙丹，骨一个吞落。安尼也算什么仙丹？安尼听你安尼讲起，阮阿娘若要好，唔该等咧年外，等着搁等年外。啊，你拄则讲什么？都要3000斤的大茶，我干那要捡这3000斤，都要捡几年的了。唔是啦，我甲你滚笑啦，意思就是讲吼，用半酒杯的水，啊配这粒仙丹，骨一个甲吞落，恁阿娘迄面容随时会恢复到人形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唔只能做仙丹，安尼我再来袂复杂啦。好啦，雷先生，雷公先生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先替我阿娘食。哦。哎，有影，这只牛的甲看起来阁真正友好，啊，大部代志哦，我看我先转来天庭。啊，吃好，雷先，哎呦，我药仔摕你好难念，吃啊一个出来就无看人。嘿，讲啊恁这仙哦，就是安尼啦，真正厉害，啊来无通知，要转去无消息，出一个都无看啊。哼。我那娘啦，挨到啊凄惨，啊，敢袂讲药仔吃了，佫变啥物话哦？哈，阿娘。阿娘，哇，真久无看到我这个美妙的身材，啊，迷人的面容，啊，阿娘，哎呦，吃好，阿娘，惊的，你看阿娘呢，变来变去，还变来咧几落脸堂哦，脚那变也是。本来这个形哦，看起来较水，对啦，阿娘，到底安尼，安尼才有身躯好啦。是讲话呢，无简单，这仙丹就是仙丹嘞，啊，你敢知你拄只食迄粒药仙丹了？仙丹？系啊，你是讲先摕来给你的仙丹？这代志是安尼啦，啊，算唔知影讲吼，
恁新妇阿月啦吼，伫咧天庭，知影讲你听这个臭道士的话吼，啊伊误食到迄个什么药啊，想要上天庭的药啊有无？结果食食吼，一直无法度变回人形，连伊变兔仔仔，连变牛仔，所以唔才专工吼，叫伊的部下雷公吼，摕一条仙丹，互你解开啊，怎啊变回人形的啦？哎呦，阿娘话啊，阿囝啊，你恁讲规部就是你。你拄仔有看到仙药？雷公摕来的啦！即么人嘞？无啦，啊，我着药啊摕去庙里食，啊，一个厝的人着无看啊，走啊！哎呦，讲到你这戆囝，你这条戆姑戆母，啊，你恁娘开遐尼啊济钱呀？去要食这个仙丹，主要着是讲要变仙，要起来天庭，要来看仙。啊，即嘛迄仙哦，真无简单，伊家己走到厝的来咱家找咱啊。啊，你总无安尼无甲留咧，留咧咱家食饭无嘛过暝了，互阿娘看一下。阿娘，你足无简单，搁变回你的人形。啊，你即马头壳还搁咧想讲要上天庭的代志？当然咯。什么当然？后摆吼，若搁拄着仙哦，你介交情袂歹，唔吼？嘿，啊你介参详一下，甲问看，嘿，他拄仔互我食迄粒仙丹哦，看还有啊无？搁加较讨几粒吧？无定阿娘搁食一两粒吧吼？真正有影变身，阿娘真正会飞呢，真正要起来天庭观光游览呢。阿娘，你莫安尼想想，到要起痟啦！你也无想讲吼，你为着是要上天庭的代志，啊安尼去臭道士，听臭道士的话，啊你母甲安尼，咱两个心情拢外歹了，连伊变姑，连伊变兔仔，差一点嘛无命吼。对啊，莫想遐啦，好不好？来，阿娘，你足无简单，会当变为人形，你巴肚一定足枵的吼。有影哦，吓啊！前一阵仔哦，毋是食红菜头啊，无这两天就全咧啉水啦。来，不多枵咧。归去吼，咱今日厝的卖煮，食餐厅庆祝一下。哎呦，出来庆祝一下。哎呦，行，阿娘即摆安尼水，哎呦，引出来互看一下。行。山南山北。哈哈哈！人咧讲吼。救人一命是值千金啦！啊，我今仔日吼，就是走去玉帝遐，家欠迄粒个王母娘娘的仙丹，即摆摕落去凡间，吼，迄个娘娘，因迄大家啊，食即摆食了，伊来当骨灰有人形吼，一定足赞的，真爽真爽。雷公，稍等嘞，你去倒？我去凡间啊。去凡间创啥？哎呦，煞唔知恁大家变成孤了哦！啊，我就是去玉帝遐，甲伊摕伊粒个王母娘娘送伊个仙丹，去予恁大家食，看恁大家会变作人形无？哎呦，哎，天公啊，你是甲天公借胆是无啦？你竟然去甲玉帝伊个身躯边个偷摕迄粒丹，啊好，你知死啊你！真歹势，拄只声噪有较歹，迄是阮家的代志，所以我讲话爱较温柔淡薄啊。你唔是甲天公借胆嘞？你真正迄个叫做偷抢迄个单元哦！哎呦，你下手这么紧哦！啊，结果阮大家即摆安怎哈？哎呦，恁大家即摆食落一定会变作人形的啦！莫讲偷摕啦，讲偷摕偌歹听嘞，去甲推的啦！哎呦，推哦！真歹势，雷公。虽然讲哦，对咱开始熟识迄一天呢，咱哦门市班拢斗袂下，娘娘我呢对你有较歹声噪淡薄啊，想袂到你这个人安尼哦，大娘娘大娘要甲我计较，阮家的代志你安尼斗三工，娘娘我实在哦足佩服你的吼，实在做伙袂应该分大细啦，伫遮我甲你细下。哎呀，免啊，小可代志，因为你最近哦对我也袂歹，啊我这个人哦真正我爱欠人的温情啦，欠人的温情哦我真正。受冻袂起啦！哎呦，好啊啦，恁两个哦，莫遐尔啊欢喜啊！这样代志哦，来去遐叫地知影哦，我看哦，咱就惨啊啦！放心啦，无啥物代志啦，行。哎呀啦！哎呦，啥物代志无啊啦？好啥？是安怎？因大概来出场哦，毋是代志好，也无着好消息。代志一定是无好，较大端的。你是新鲜的，毋是三花囡仔的，咱要靠要提啊呢。先呢，你若听着我的消息吼，你有哪共款个帮表情？放心，迄个玉帝哦，迄个仙丹哦，你退换的代志，即摆知影，去抓抓，去甲地精拢赢起来，叫你紧倒去天庭啊！你哪会变安尼做哈？雷公啊！我甲你讲，你真好大胆，你也敢住喺我玉皇大帝面头前，咧舞尿遐甲舞西背哈？我当时也有甲伊偷家，就有遐甲西背。你看你假人，吼！你看安尼哦，啥物讲恁仙的哈？要创
从一粒仙丹比我迄粒加30倍，一粒敢若篮球遐大粒，伊安尼海本玉地安尼好暗爽，伊入去房间诶哦，再想想诶，哎唔对哦，你安尼甲我提起看看看，讲要去照迄落迄落帽啊落去甲我引来哈，哎呦，够咬哦，迄粒食诶仙丹就甲你要推去，甲我藏一粒迄落红豆啊伫诶。边玉皇大帝，其实我会安尼做是有我的苦衷啊。什么苦衷？我算讲去做善事了。什么善事？我提起济世救人呐。救人？哦，你意思讲有人危险？哈，咱天庭内底什么人破病？那主要有人破病嘛，免轮到你来关心。人家阁有太医伫个。无，我问你咧，啊，你即摆是暂时降落来做太医啊？无啦，我的意思毋是讲伫咱天庭有人破病，我提起甲解救啦。我是讲伫下边的啦。下边的？嘿，啊，你实在有影哦，十惨呢，啊？迄下边有阎罗王伫咧管，你敢烦恼遐多要创啊？无啦，毋是阎罗王，迄阎罗王搁较起来迄层啦。嗯？中考啦，拄啊中考迄层拄啊还干啦。哦，还干就还干了，这是中考。哇！啊，凡间是要救谁啊？啊，就冰玉帝，是救小神的大家。恁大家？是啦，玉帝敏感，啊，就因为吼小神的大家，毋是讲吼要起来天庭佚佗啊，啊，就听迄吼江湖的道士的话啊，啊，摕迄药仔才会使变清醒啦。啊，雷公就好心哦，伊是讲吼要甲小神斗三工，唔得甲玉帝吼推一粒仙丹吼，等于吼阮婆婆食，阮婆婆食了吼，唔得会变人形。一句哦，是阮家的代志，是我拖累因的。玉帝，你若要出门啦，出我小心一个人就好。不，禀玉皇大帝，因为吼，这粒仙丹吼，偷摕的人是我甲你推的，所以应该爱处罚我才对啦。当然啊，处罚你咯。啊，你想看卖，你今仔日会安尼做，迄就是去犯了什么？你才犯了诈欺罪啦。所以，绝对要处罚你。